我怕我饿到抽筋了，你要再哄他一个晚上。那改天吧，等你不加班的时候，再来陪果果。好。小白。 明天都要上班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好，都回去了。 你说我就像个疯子，对爱情无所知。我们都曾为爱放肆，还有很多没做的事。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 果果，马上走了啊，乖。拜。什么事情值得你早上6点打电话给我啊？忙死了，长话短说啊。 好好好，占了麦给名额的。原来是你男的，听说那男的为了项目半年没回家，可能人家确实比较优秀吧。而且我听说，你的这个升职名额还是崔总给你另加的，是因为你对升上国业的项目有突出贡献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让你升职啊？是吗？ 崔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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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辛苦了。对于今天升职的同事们，我表示祝贺，恭喜恭喜。Maggie，一次任命算不了什么，在大家眼里，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。你对丰盛付出了这么多，没有人会否定你的努力和价值。